大众请起立，请合掌。礼佛三问讯，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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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佛，南无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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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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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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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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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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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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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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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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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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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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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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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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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
陀佛，南无阿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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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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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
弥陀佛。南无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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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陀
佛，南无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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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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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
阿弥陀佛。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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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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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
弥陀佛。南无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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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陀佛。大众请起立。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平等施一切，同发菩提心，往生安乐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由于莲友哈，在我们其中一个念佛会就分享过呢他念佛的经历。他说他在学佛念佛之前呢，他精神是有问题的，就情绪呢很不稳定，起伏太高呢或者太低，两种都有。严重的时候啊，身体呢根本不能呢自我控制。他是一位呢年轻人。之前呢在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啊，遇到感情的问题，和女朋友呢分手。再来呢就是呢考研究生呢也考不上。他说呢在这个之前呢，他的人生呢一直都是一帆风顺的，没有遇过呢太多的门槛呢过不去。结果这次连续啊两单的事情呢很不顺利，一下子呢走不出来，就感到很失落。他妈妈呢就给他介绍佛法，劝他念佛。他也尝试啊，不管烦不烦啊，就试试看念佛。但是后来呢听到呢人家跟他说阿弥陀佛呢是假的，你念佛呢是没有用的。但是他对佛法又不是很了解啊，也理解不到。那有一天刚好啊他来了一个寺院，他就对着佛菩萨的像说，我不知道阿弥陀佛啊，你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的，也不知道说呢是不是真的有极乐世界。现在听到人家说你是假的，如果说你真的是假的话呢，那我这样子的人呢肯定是完蛋没有救了。那如果说阿弥陀佛啊你真的是存在的话，不然你晚上在我睡觉的时候就给我看一看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好吗？只有给我看一眼呢就好啦，不贪多。我还是第一次的看到有人呢这样子跟阿弥陀佛啊 bargain 啊要求的。只要看一眼就好，一眼就好。不过啊是可以知道他内心是很无助的，因为自己呢看不多呢这个佛经，又听到别人乱讲，自己又是精神有问题的，现在呢还遇到呢人生的挫折，确实啊真的很无助。而且呢这位莲友呢还跟这个佛菩萨像说，你要是现在这种啊我现在看到的像，我才知道是你来给我报梦啊，我才知道是你啊，要不然梦到其他的还以为搞错了。虽然的要求呢也是不少的，除了要求说他看到，而且他看到呢他知道的样子。那各位你们觉得说会有什么结果？还真的晚上啊他就梦到那尊寺院的佛菩萨，而且他说他在的那个地方啊让他全身啊非常的清凉舒服，他活到20多年啊都没有感觉啊这么舒服过。
他本来啊就是受到啊情绪影响很大的人，但是这次啊在梦里那个地方啊，真的瞬间呢让他有啊清凉解脱的感受，而且呢也让他忘掉啊世间不愉快的一切。一在那个地方，世间什么事情都忘记了，一眼望过去那个世界啊就是一个光明的世界。这一待啊足足呢有几十秒的时间，然后就醒了，整个感觉啊就非常的好。那个时候醒过来啊还在半夜，但是身心的清凉啊是以前从来都没有体会过的。所以啊才知道阿弥陀极乐世界是真实的存在，不是骗人的。他后来呢就来到我们净土众分会，更深入了解阿弥陀佛了。而且呢在这个过程，这位莲友呢也说出一个事情，他说他住的地方啊其实呢是很多那种啊附体啊鸡童问世的，他住的乡下呢就是这样。那刚好他的叔叔呢就是其中一位，也是鸡童。而且呢他叔叔附体的时候啊所讲的话呢往往都是特别的准。有一次呢叔叔呢这个鸡童啊附体的时候就跟他说过，他这个人啊人生呢很坎坷，工作生活呢也很不好，这是发生在啊他接触念佛以前啊。但是啊自从梦到极乐世界的经历，他也不去理呢他叔叔附体讲的话了，就是一直念佛呢跟佛许愿，让佛呢给他安排。所以过后呢再一次呢遇到叔叔附体的时候啊就不一样了。那附体的就跟他说，你现在是有念佛齁，因为现在看到你的身上有光啊，所以你过后呢肯定会越来越好，过去跟你讲你人生啊会坎坷啊都不准啊，你的命运啊现在因为念佛而改变了。也确实呢讲得很准，因为呢过后这位莲友啊顺利呢找到工作，人事关系啊一切一直都很好，没有什么障碍。这是一位莲友啊在我们念佛会分享他念佛的经历。所以各位我们看，就像刚才啊佛菩萨经典祖师所讲的，阿弥陀佛呢是特别怜悯苦难的众生的，于罪者心则偏重，于放逸者佛则慈念，大悲于苦者心偏明念，常莫众生溺水之人急需偏救。像这位莲友最早的时候对念佛对阿弥陀对极乐世界信仰也不深，更不用说呢对佛法有什么贡献，自己的修行呢也谈不上，毕竟呢他是呢情绪精神都有问题的人。他去要求啊见阿弥陀极乐世界的时候，也不是说呢具足什么生性切愿的，因为生性的人呢是不会这样子要求的，都相信啦自然不会要求说呢想要见佛了。所以当时候啊心态呢是半信半疑的那一种。但是对于这样子的众生，阿弥陀就放弃了吗？也没有，还真的给他看一眼的极乐世界，让他体会一下极乐世界的美好殊胜来安慰他。大概呢是阿弥陀给他这位病人啊一个呢安心的引导，这就是阿弥陀的慈悲。那有人或许问啊，他所在梦里体验的是不是真的极乐世界呢？其实啊我们一般所讲的感应啊都只是接触到啊边缘的味道而已，跟实际真实阿弥陀极乐世界啊应该呢还是差个十万八千里的。就好像说呢我们去这个海边，还没有到海边的时候啊就开始呢闻到呢海的味道，是不是海的这个咸味啊是很重的，你还没有到之前呢可能你就嗅到了，但是单单用鼻子闻到啊跟亲自下去大海里面游泳，各位你们觉得一不一样？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嘛，是不是？所以我们平常讲的感应说什么见佛啦梦到极乐世界，一般呢都只是像这种啊嗅到大海的味道而已，等真的到了极乐世界，我们跳到阿弥陀佛的八功德水莲花池啊，那真的是体会到、啊、真实的净土了。所以呢我们呢也不用太在意啊什么感应之类的，我们有念佛呢就是。讲这个公案呢、啊、也不是说呢要我们特别去求这个感应的，而是通过呢这位莲友的经历让我们知道阿弥陀佛的慈悲真的是大悲于苦者心偏明念常莫众生溺水之人急需偏救。对于苦难的众生，阿弥陀佛啊真的是越注重越加持越护念的。所以我也常说，我们啊如果说真的遇到啊过不去的苦，人生路啊很迷茫，人生路啊过不去，心里的苦啊外面的苦啊什么苦都好，我们就念佛呢向阿弥陀佛呢祈愿。像我们最近呢有制作呢这个虚空念佛堂，欢迎呢就天天上来啊念佛报数。我们有苦阿弥陀佛一定有应的，过去种种啊我们造业造罪啊阿弥陀佛也不会嫌弃的。当然我们自己有做错的地方呢我们也是感到很抱歉，但是也不因为这样子啊担心呢业障太重阿弥陀佛呢就不会加持，这是不可能的。业障太重念佛众生越苦，阿弥陀佛越加持救度呢才对，这是我们对阿弥陀佛的慈悲有信心的地方，这也是我们苦难众生唯一可以依靠的佛。该讲的呢现世利益呢其实啊我们讲的都是还是小利益啊，因为世间的东西呢毕竟都是无常的，这个人啊总是会有生老病死，东西呢也总是会有呢成住坏空，世间的快乐呢总是会过去。所以佛说呢世间的利益啊都是小小的，
唯有阿弥陀佛呢，建议我们到极乐世界，才是真正的常乐我净，才是真实永恒的安乐。像刚才那位莲友说的，他在梦里体会到的极乐世界啊，过去20多年呢、啊，在世间体会到的什么快乐都比不上了，甚至都忘记呢以前呢有什么快乐呢跟痛苦了。那这真的有点像呢极乐世界的真实情况，就是涅槃常乐我净。极乐世界的乐是永恒、真实、真常的安乐，这种利益啊，也唯有阿弥陀佛呢能够给我们的。因为十方诸佛里面，也唯有阿弥陀佛呢给我们发这个第18愿的念佛往生愿，能够让所有十方众生念佛平等得度的，就只有阿弥陀佛这个第18愿。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仰靠阿弥陀佛愿力，人人念佛，人人往生，人人成佛。善导大师所开创的净土宗，是中国佛教8大宗派中影响最为广大、持久、深远的宗派，至今已如海纳百川，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